中讯息，精准配合，带你掌握关键转折，逼近高出，获利绝无人差。对时对价，哦，获利一档接着一档。我是清老师，诚挚的邀请你跟上价值型投资。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样你都吃》。大人今天盘中跌了434点，亲爱的朋友，你认为我家的会员是高兴准备低接股票呢，还是哭丧着脸，满手都套牢持股？相信上礼拜五的一个动作很明确，股票的操作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啊，尤其那个决胜点的卖点太重要了。买股票大家都会啊，大家都想说买了可以赚涨停嘛。但是那最后的关键性的一个位置怎么卖股票，很多人是办不到的，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上礼拜礼拜二盘市跌了300多点，打到月线支撑送分题低阶股票，记得吗？礼拜三还跌了26点，我说月线支撑撑得还不错低阶，结果礼拜四礼拜五呢连续两天大涨200多点的一个台股，我给你策略，我给你建议很清楚，没有模棱两可。上礼拜五我卖出很多档股票，上礼拜五台股涨了200点的同时，我卖出很多档股票，清不清楚？今天盘跌了434点，谁最有资格低接？为什么跟你分析大盘？大盘给你是个方向跟策略应用嘛，盘你看有做股票简单省事，各有法都赚到钱嘛。盘就看无啊，大盘都不会分析的，你认为做股票会很漂亮吗？会容易赚到到钱吗？所以对于金老师每天苦口婆心用我最专业的素养跟你分析盘势的一个结构，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因为很明白的一个策略面的一个买点跟卖点，上礼拜一目了然。礼拜二跌到月线支撑的台股送分题买股票，买呀、啊！礼拜三在月线附近嘛，虽然跌26点，还是一样站在买方。结果呢，礼拜四、礼拜五连续上涨2天呐、啊。我说礼拜二、礼拜三你布局的，礼拜五嘛，台股来到15337，需要追高吗？需要追高吗？我说礼拜五你去追任何一档股票的尾盘，盘是稍微压回，你哪一档去追，你有赚到钱。但是如果礼拜二、礼拜三你跟我布局的，礼拜五我是告诉你要卖，不是只有卖一档，该卖的我几乎全部卖光光了。我卖出很多档的股票，今天盘跌了434点啊，赢家的一个操作的风范，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对每天节目所呈现的一个内容相当的扎实，一档股票怎么低档买，怎么高档出的，我有没有拿出会员的扣讯全程来跟你们对时对价，不仅对会员做了最好的印证，对电视机观众，我相信你印证那么多档个股我的完美操作之后，这礼拜你不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吗？嗯，你想不想跟我们的会员啊，在这礼拜赢在起跑点？不管你之前的操作怎么样，但你看到我上礼拜五卖股票，那今天盘回档了400多点，便宜的400多点，你觉得这个位置你来跟我重新的布局，重新的卡位，纵使你之前做的一塌糊涂，纵使你上个礼拜五没有卖出很多档个股的，那接下来动作好好跟，好好跟，只有跟紧最好是给你一个操盘动作，你才有机会反败为胜。否则一档股票的一个操作，低档我再买你再观望，高档我再卖你再追，到头来你还是一场空啊！明明赶快去股票，我带会员操作是赚钱的，结果你是了钱，安尼真正唔好。这一档康普电动车的，从去年度的6月份80.6开始操作的一档机油股啊，当时跟你预告了嘛。2040年，电动车市占率可能超越90%啊，所以呢，波段式、反复的阶段式的操作啊，
到今年度的六月份，去年度的六月份到今年度的六月份呢、啊，一四四卖嘛，累计的报酬率超过两倍。这一档康普是我们尊龙会员的持股，他不容易看到涨停板，但是掌握价型投资概念的一个产业基本面，你来回跟我操作，分段式的操作，一年的时间我给你两倍的报酬率，全体的尊龙会员帮庆老师做见证，好不好？所以六月八号。经过一年的260%，一四是卖掉的，达到120，很有机会的一档电动车的指标股嘛，筹码很干净了、啊。在上礼拜五，你想追股票的同时，我帮你踩刹车，我卖在135啊，再添一笔战绩，这个波段涨了28%，所以上礼拜五的康普，我是不是站在卖方？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嗯，当时价格在136啊。所以135保证一定成交啊，卖完之后收盘132，收盘132啊，那今天康普呢剩125，差了10块钱啊，我当然会机会啊，尊龙会能核心持股啊，是不是低进高出，高出完再低接，之前老师永远不变的一个操盘心法，哪一个操盘动作如果是跟我不一样的，你真的要稍微改变一下你的操盘的一个节奏。股票我来买是低档的时阵，市场不敢买的时候，我最喜欢买低阶啊。对，就从今天大盘盘中重挫了400多点嘛，哪些股票可以低阶？你敢猜？你出来等啊！看到盘重挫，你怎么敢出手？照都没胡啊！该跑的是上礼拜五，对，涨上去人多的地方我不会去凑热闹，对，顺势调节，大涨的时候卖股票是最好卖的一个时机嘛。金老师会员一个、10个、100个，全体会员如何全身而退？上涨过程创新高卖，大家容易卖的一个相对的高点嘛，是不是？所以康普上礼拜五的卖点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亲爱的朋友，135啊。只有叫小贺的老师，有专业实力的老师才跟你对时对价，不管买点还是卖点，亲爱的朋友，你恭喜不喜？我没有再糊弄你们了，全程公开一档个股的完整的操作，从低档区的买点嘛，从低档区的买点嘛，最后洗盘的买点嘛，支撑垫高嘛，冲出去就卖啊，不是吗？今天差了10块钱了、啊，什么时候机会？今天、明天、下礼拜，不要去猜，给会员的资讯一定有价值。光是这两个礼拜，我给你个操盘动作，如果低档买、高档出，应该值回票价了。鸿宝这一档就是特别会员的股票，工业电脑的，上礼拜三收敛形态突破整理末端，买在68.3，买完之后你看到第一个灯，你又看到第二个灯，当你看到即将第三个灯的同时，我帮会员踩刹车，就是上礼拜五82.9卖，三天涨了30%的鸿宝，我卖在82.9，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有吧？没有跟着卖的，乱追的，一来一往差了20%，高点跟低点差了10%以上嘛，我卖高点呢、啊，避开10%的风险嘛。如果你礼拜五去追高点的鸿宝，你赔10%，一来一往是不是差了20%？没有错吧？所以整个鸿宝这档工业电脑的一个个股，其实我对它的基本面或形态没有看得太坏。我上礼拜就跟你讲过了嘛，虽然它尾盘翻黑，但毕竟它是三天涨了30%，所以今天的鸿宝盘中涨幅曾经超过半根了，尾盘翻黑嘛，受到盘势的影响嘛，其实它今天的表现不弱啊，是不是？所以康普是尊龙会员的持股，鸿宝特别会员的持股，中美金呢普通会员的持股。所以，亲爱的会员，你只要是我龙家军的一个成员，你在电视上至少有一档股票是你的，你放心好了。对，绝对不可能跟你之前参加的有些分析师嘛，参加普通会员，结果大涨赚钱的股票你都没有。叫你升级特别会员，结果升级到特别会员呢，
啊，上涨的股票又都没有，又说是尊龙会的股票。当你升级到尊龙会的持股的时候，啊，上涨的股票你还是没有。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分析师？有啊，无？建老师为什么敢跟会员对时对价？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我永远不会改变。这不仅是我待人处事的最基本态度，也是带会员的最基本的中心思想，诚信实在，对时对价。所以你是会员，建老师不管你参加任何等级啊，一视同仁，只是因为你们资金规模不一样，配置的股票不一样，但是要帮每一位会员赚取波段行情的一个决心，一视同仁的。所以中美金呢，虽然是普通会员持股，尽心尽力的操作，当时候七月初达到 133.5 啊，收脚止跌的买点，当时候它破底，你敢买吗？这么棒的基本面、技术面，告诉你 133.5 是一个落底的买点呢、啊？这边是不是沿路逢低承接，来到八月初嘛，对岸军事演习的利空，三天137很好买，记得吗？很好买，买了就冲啊！什么时候卖？上礼拜四啊，166全数的卖掉，还原仙子170.5啊，因为我们参加他的除息4.5块嘛，是不是？买一个十张，花你133万啊，可以赚37万啊，不是吗？普通会员持股啊，一样啊，全体普通会员帮建老师做见证。我上礼拜四有没有告诉你们166全数的调节卖掉？卖啊，一样是波段利润啊，是不是？康普有没有波段？你给我一年多的时间，超过两倍。红宝呢，三天将近30%呢、啊。所以对于我的一个操盘的动作，不管你是参加任何等级，放心，讯息好好的跟，尤其在跌的时候，我带你买，你要敢出手。之前你不是我会员，你可能都习惯是股票涨的时候追，对不对？股票跌的时候不好卖，结果呢，犯了输家常常犯一个毛病，乱追嘛，乱杀嘛，反市场操作，低进高出。所以呢，电视界观众，未来哪一天我们有机会合作，记住，当一档股票跌的时候，我发讯息告诉你们 DJ 就跟着来动作，这是你跟随我最好的一个价值所在。相对的大涨呢，要不要卖？你们都舍不得卖啊！啊，可以出那也塞呗。啊，万一有更高点怎么办？中美金礼拜四卖完之后，礼拜五还有高点呢、啊，你有没有卖？礼拜五我都在卖股票啊。难道我在礼拜五中美金把它追回来吗？所以整一个中美金166卖完之后，今天打到158，差了8块钱了。该怎么低接？一样不要去猜，猜猜看，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好处。每天在猜我的买卖点，我讲过了嘛，你买股票玩我一天，卖股票又玩我一天，一来一往差两天，你也没付。你的俩股招比冰冰，赶快一股票，我来赚钱，你是没法度赚到钱啦。附顶一样，上礼拜五做调节的动作，卖在123，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创新高，我喜欢卖呀、啊。今天附顶达到12，差了10几块钱。有实力的操作，低档买，上礼拜五高档出，接下来怎么低接？欢迎跟上来，合金。一样，上礼拜我创破段新高，我卖在53.4，对，卖完之后还更高啊，更高是54.5啊，没有错吧？卖在相对高点呢、啊，啊，今天50.3啊，可以低接吗？可以低接吗？不要猜，跟上盘中的讯息，倩老师不会亏待你的，能跟会员在每天30分钟节目对时对价的分析师，绝对是少数啊。我没有在跟你事后放炮，股票涨上来了，事后说啊低档有买，今天股票跌下来才说高档有卖，看图说故事啊，对你帮助有吗？真正的帮助在一档股票还没上涨以前，低档告诉你可以买，创新高呢告诉你要卖。上礼拜我都在卖股票，包括森达科创新高183要追吗？要追吗？
我也讲过了，我最喜欢股票大涨创新高做卖出的动作嘛。上礼拜我的森达哥过前高183追吗？今天的森达哥呢达到166，183到166差了17块钱啊。上礼拜有减码的，这礼拜就可以低接。低轨卫星是我长线看好标的，尤其森达哥他做那个最高阶的一个所谓的波形的一个技术的低轨卫星的一个零组件必配的一个高阶的一个技术。另外一档股票第一季赚赢去年整年度，这叫支撑。那支撑有没有撑得很漂亮？今天下来啊，越接近支撑你当然越要站在买方。再度提醒投票，今天虽然跌了400多点，但对你来讲是机会，因为这礼拜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只要上个礼拜五有跟我们高档卖出的，纵使没有没关系，这礼拜我希望你跟我们会员赢在起跑点。接下来行情不晓得如何操作了，等一下广告中资讯专线好好善加利用。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庭娟。回到价值型投资，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上礼拜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再度的释出鹰派的言论，大家的推估九月份应该会再度的升息三次。升息久了，你认为它会无限制的升息下去吗？总有停滞的一天。为什么要升息？景气太好啊，抑制通膨嘛。景气那么好的情况之下，就长线来看，对股市来讲应该是正面的。我之前就跟你分析过去的历史经验，在升息的周期啊，美国啊，美股涨更凶啊。你看一下过去四次升息的循环跟股市的关系，标准500指数呢，曾经还上涨175%，几乎每次升息，长线来讲是会升，哦，股市是会涨的。那为什么这一次股市好像没有如同之前四次的升息？往上走高，两大原因呢，一个俄乌的战争拖垮，第二个疫情的影响啊，所以让整个应该股市，发挥所谓经济强劲基本面所带来股市的龙井呢，压抑在目前的低档啊，所以这个升息的必要手段，一定要的啊，哦，抑制通膨嘛，哦，否则高物价的一个时代。对于所谓的一个经济的侵蚀力也有一定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力道，只是说这个物价有没有下来，这又是另外一个重点。我在7月14号就跟你分析过了，美国的 CPI 9.1%， 当时是创新高，我给你结论是确定触顶，下月反转了。创新高大家都知道嘛，但是你如何知道它8月份要反转？因为这些大宗原物料的一个商品物价开始下跌，跌幅一成到三成了，所以呢，八月份所公布的 CPI 果然反转掉到8.5%嘛。所以，既然 CPI 已经得到一个降温的现象，那为什么鲍尔还要释出这样的一个讯息？他的讯息看你怎么解读啊，看你怎么解读啊。因为升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可能说、哦、上个月升三码，那下个月就不升码不升息嘛，不可能嘛。所以重点是它的一个升息力道总有慢慢减缓的现象。我认为因为 CPI 已经下来了，它抑制通膨已经达到一定效果了嘛，哦，所以这次的回档修正你放心，不管是台股美股之前所受的利空的底部还蛮坚强的，只是说操作难度比较高啊，只是说操作难度升高啊，因为今天一根长黑杀下来，月线的支撑已经被跌破了，但是下档是有支撑的，操作难度升高的台股，我希望你跟着高手一起来并肩作战，你才有办法度过每一次的危机。这一档智元营收年成长68%的，这是不是支撑？趁大盘重挫啊，低接来对时对价一下。今天盘中跌了434点了，9月18日的智元
基本面的分析，趁回档183以下买进买回。19分 ,182.5 你去对时对价。重挫的台股今天资源是可以买的，因为接近支撑。183买的收盘190现买现赚。车用电子的同志双底站上颈线，上礼拜二出现盘中压回的买点165。上礼拜我创新高，我都在卖股票，我卖在179。很快啊，买个10张花你165万，四个交易日14万落袋。同志卖完之后呢，还冲高到几块钱，冲高到184嘛。那今天同志呢，最低166啊，我169机会啊，差了10块钱啊，来对时对价一下。9:13的同志趁回档169附近接，当时我就在169对时对价。169接是因为高档179有卖，这是很清楚的动作。所以今天盘中跌了400多点，你认为金老师的会员是不是最有资格最有实力踩低阶？因为有现金，跟目前很多投票怀忧丧志，愁眉苦脸，哭丧着脸说满手是套牢持股来求救是不一样的，抓地是不赶快，对吧？明明赶快去高票塞乌波，赶快操作的结果当然是不一样。所以179卖掉的，今天169接回，盘中拉高178 bingo。 这档 N31 细制材毛利高达 100% 的，全上市柜公司毛利最高的一家公司 N31 啊。8月11号头肩底的形态买在282，买完之后隔天亮灯 317.5。 8月15号 348， 三天涨了66块钱的 M31， 我当天有解码一半。348那一天全体尊龙会员帮庆老师做见证，我只有卖一半啦，因为我长线还是看好吧。接下来他开始分盘交易，我说筹码越来越稳定的这一档分盘处置的个股，它会越关越大为。今天呢掉到311啊，348解码的一半，我今天有做接回的动作，收盘是324，高档有卖，今天做接回的动作，这就是我的一个操盘动作。至于长荣海运，今年166、153、144我带你卖的，避开50%的风险之后，7月5号打到82接回，我说我在抢反弹。7月17号预告的除权缺口的卖压有没有来？8月9号来了，106告诉你要减码要卖，我还提示你小心第四季获利的一个下滑。你106不卖的掉到 92.1 啊，小心第四季获利下滑会慢慢成为共识。前三季获利数字都很漂亮了，你可能不相信，到今天为止呢剩 86.5 啊，要抢反弹吗？你认为金老师会随意的抢反弹吗？至于这档绩优性的个股，上礼拜二八天转折向上低档啊，万张以上成交量啊，往上走高的过程当中很漂亮。上礼拜我当然不追啊，那今天这档个股呢回档受到盘势的影响，我看涨该给你强势绩优股，我会一档一档带给你，重点要会跟着低阶。所以呢这礼拜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想跟我们的会员一起赢在起跑点的，欢迎你加入龙家军的行列，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把节目时间交给庭娟。好，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提醒观众朋友了，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应该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且自负投资风险，也祝您操作顺利，我们再会。老师，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加入 LINE， 让您看得到也赚得到。